团队哈之一。那刚过完母亲节哈，我想有一首歌《妈妈的撩魂》啊，这首歌是真好。啊，我是和李先生跟桑老师弄这会啦，我叫做庄永川啦。妈妈的撩魂，大家听看卖啊哈，和李的妈妈的撩魂。小妹跟着我出门，替人洗衫又煮饭，为着厝内的三顿，千辛万苦做饭困，望子成龙啊，无小。饲仔不教烦恼问，望仔又好娇顺长，啊，谁知妈妈的心酸。但太会乡的儿孙，你有听到无？妈妈在等待你回乡，刚过完母亲节，你等找妈妈无？千辛万苦做饭困，望子成龙啊，无小本，饲仔不教烦恼问，望子又好娇顺长。啊，想在妈妈的心酸，无情的缘分，一瞬又一瞬，岁月一些白雪的头毛，用尽一生的青春啊，是着探问。但太会乡的儿孙，无情的了魂，一瞬又一瞬，月圆面色白雪的头毛，用尽一生的青春那心。着窗门，但待回乡的儿孙。陈丽的妈妈的了魂，感谢上天的相助。妈妈实在是真伟大，给咱用用大心灵，给咱会当有今日这好的健康的身体，这好的事业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老师鼓励，接下来还有。